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二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二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二级考试。HSK 二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三十五题，请大家注意听力考试。 现在开始，第一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我们家有三个人。我们家有三个人。我每天坐公共汽车。 去上班。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别说话，电影要开始了。别说话。 电影要开始了。二，下个月爸爸生日，我想送他块手表。下个月爸爸生日，我想送他块手表。 三，外面冷，多穿件衣服。外面冷，多穿件衣服。四，我看看你买了什么。我看看你买了什么。 五，这个字怎么读？这个字怎么读？六，西瓜是我最爱吃的水果。西瓜是我最爱吃的水果。 七，对不起，那本书卖完了。对不起，那本书卖完了。八，你好，我姓张，你可以叫我小张。你好。 我姓张，你可以叫我小张。九，我要红茶，你呢？我要红茶，你呢？ 十，他们在一起时很快乐。他们在一起时很快乐。第二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。 你喜欢什么运动？我最喜欢踢足球。你喜欢什么运动？我最喜欢踢足球。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五题。 十一，这儿有椅子，您坐吧。没关系，我不累。十一，这儿有椅子，您坐吧。没关系，我不累。 十二，12, 可以请你跳个舞吗？好的。十二，可以请你跳个舞吗？好的。十三，我看到这儿了。 你呢？这么快，我还没开始呢。十三，我看到这儿了。你呢？这么快，我还没开始呢。十四。 几点了？还不到九点呢，我们早来了一个小时。十四，几点了？还不到九点呢，我们早来了一个小时。 十五，东西都准备好了，去几天？正准备着呢，一个星期就回来。十五，东西都准备好了，去几天？正准备着呢，一个星期就回来。 现在开始第十六到二十题。十六，看到了吗？我们要到那上面去。看到了，真高。十六，看到了吗？我们要到那上面去。看到了，真高。 十七，明天上午学校见。好，路上慢点儿，再见。十七，明天上午学校见。好，路上慢点儿，再见。 十八，您做的面条真好吃，是吗？那你多吃点儿，不要客气。十八，您做的面条真好吃，是吗？那你多吃点儿，不要客气。 十九，19, 还有铅笔吗？有，在电脑旁边。十九，还有铅笔吗？有，在电脑旁边。二十。 现在怎么样？再往左边点儿，二十。现在怎么样？再往左边点儿。第三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 例如，小王，这里有几个杯子，哪个是你的？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。小王的杯子是什么颜色的？小王，这里有几个杯子，哪个是你的？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。小王的杯子。 是什么颜色的？现在开始第二十一题。二十一，小高，你女儿真漂亮，几岁了？五岁。 小高的女儿多大了？二十一。小高，你女儿真漂亮，几岁了？五岁。小高的女儿多大了？ 二十二，阴天了，不知道会不会下雨？希望别下，我还要去游泳呢。现在天气怎么样？二十二，阴天了，不知道会不会下雨？希望别下，我还要去游泳呢。现在天气怎么样？ 二十三，喂，我还在出租车上，你再等我几分钟吧。好，我在大门这儿，穿着黑色衣服，你下车就能看到我。女的怎么去那儿？二十三，喂，我还在出租车上，你再等我几分钟吧。 好，我在大门这儿，穿着黑色衣服，你下车就能看到我。女的怎么去那儿？二十四。 听说今年有八百多人考进我们学校，这么多，比我们那年多了三百多。今年考进了多少人？二十四。听说今年有八百多人考进我们学校，这么多，比我们那年多了三百多。 今年考进了多少人？二十五。你妹妹下火车了吗？下了，已经到宾馆了。妹妹现在在哪儿？ 二十五，你妹妹下火车了吗？下了，已经到宾馆了。妹妹现在在哪儿？二十六，什么事情？ 这么好笑！这个电影太有意思了，你也来看看。女的在做什么？二十六。什么事情这么好笑？这个电影太有意思了，你也来看看。女的在做什么？ 二十七，咖啡给王先生送去了吗？还没呢，我这几天太忙，星期日再送吧。男的要给谁送咖啡？二十七，咖啡给王先生送去了吗？还没呢，我这几天太忙，星期日再送吧。 男的要给谁送咖啡？二十八。儿子呢？没在房间里。他去运动了，还没回来。儿子做什么去了？ 二十八，28, 儿子呢？没在房间里。他去运动了，还没回来。儿子做什么去了？二十九，怎么样？ 医生，没什么大问题，我给你开点药，回去好好休息。他们现在在哪儿？二十九，怎么样，医生？没什么大问题，我给你开点药，回去好好休息。他们现在在哪儿？ 三十，你也认识小李？是，我们从小就认识，到现在都二十多年了。他们在说谁？三十，你也认识小李？是，我们从小就认识，到现在都二十多年了。他们在说谁？ 第四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请在这儿写您的名字，是这儿吗？不是，是这儿。好，谢谢。男的要写什么？请在这儿写您的名字，是这儿吗？不是，是这儿。 好，谢谢。男的要写什么？现在开始第三十一题。三十一，公司前面新开了一家饭店。 你去过吗？去过，我觉得菜有点贵。虽然贵，但菜做的很好吃。是，菜是做的不错。那家饭店在哪儿？三十一，公司前面新开了一家饭店，你去过吗？去过，我觉得菜。 有点贵，虽然贵，但菜做的很好吃。是，菜是做的不错。那家饭店在哪儿？三十二。 中午和你一起打篮球的那个人是谁？你说的是哪个？穿七号球衣的那个。是小白，我大学同学。哪天给你介绍一下？男的中午和谁打球了？三十二。 中午和你一起打篮球的那个人是谁？你说的是哪个？穿七号球衣的那个。是小白，我大学同学，哪天给你介绍一下。男的中午和谁打球了？ 三十三，这是你的狗，是昨天姐姐送我的，真好玩儿。它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它高兴。姐姐送了什么给女的？三十三，这是你的狗，是昨天姐姐送我的，真好玩儿。 他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他高兴。姐姐送了什么给女的？三十四。今晚有时间吗？有。怎么了？ 我的电脑出问题了，你帮我看看吧。好，那六点在你家见吧。他们几点见？三十四。今晚有时间吗？有，怎么了？我的电脑出问题了，你帮我看看吧。好，那六点在你家见吧。 他们几点见？三十五。你什么时候买的车？上个月。那你现在开车上班？对。 因为我现在住得远，开车能快点儿。女的为什么开车去上班？三十五。你什么时候买的车？上个月。那你现在开车上班？对，因为我现在住得远，开车能快点儿。 女的为什么开车去上班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